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啊，接下来牧师要用几礼拜的时间来分享一系列的信息。这信息是关系咱生命中间的一挂问题。这问题会直接影响到咱甲人甲上帝的关系，是咱应该爱真谨慎、真严肃去面对的生命问题。今天牧师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差不多大家都会犯的错误，就是埋怨。在领受上帝话之前，我们当心来祈祷。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透过你的话再一遍来更新改变我，再一遍来提醒我，我需要改变的所在。求主帮助我可以有柔软的心肝来迎接你的话进入我的心，来改变我的思想和意念，也想出开力，让我们在生活中间可以将你的话实践出来，来荣光你的圣名。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们。在我们的生活中间，难免会遇到一些让我们感觉很不满的事情，而且事情我们不免我们的心中就产生怨言，就是埋怨。所以今天的牧师想要用这个做主题，跟大家分享一些关系埋怨的时刻。因为常常发怨言，怨言跟埋怨这件事情会对我们的信用跟我们的生命造成很大的伤害，所以牧师要先用两礼拜的时间跟大家做回来思考面对这个问题。今天我们先来看头前半段，就是我们来看一般人埋怨的对象、埋怨的原因以及埋怨所带来的伤害。那首先先来看埋怨，一般人埋怨的对象大概分作三类。第一类就是对别人，我们很爱埋怨别人。譬如说我们在公司在上班，有时我们会觉得我们的上司没看中我们，所以我们埋怨。或是我们的下属没尊重我们，我们也埋怨。没要配合我们，我们的同事没要配合我们，我们也埋怨。我们在家庭中间有时也互相埋怨，父母埋怨孩子不懂事，不听话，心肝想说、我如果没有生人 我会真愧我、孩子也在埋怨父母，觉得父母不够理解他们，不够体贴他们，不了解他们的困难、说、别人的父母都很好，我的父母才会这样。太太也埋怨丈夫，太太埋怨丈夫，说都没疼惜伊，没理解伊，说我就是嫁你了，我开始歹命。我丈夫也埋怨太太，说你不知道我上班多累，我回来去交代那些事情，那些事情要我处理，你不会替我分担吗？常常我们对上至亲的人产生埋怨，其他我就不要顾咧，但是对别人产生埋怨。第二项就是对家己，有的人无埋怨别人，反正埋怨家己，对家己发怨言，埋怨家己讲生唔到时阵，埋怨家己运气伤歹，埋怨家己无把握机会，我无怪别人，我只我怪我自己，这一切都是我不对，埋怨自己做不对决定，说当初我如果没这样做就好了。对我们人生的过程中间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、我们做不对什么事情，埋怨自己。对别人对自己埋怨虽然不好，但是最该不好的就是对上帝埋怨。有一个人埋怨习惯了，甚至对上帝发怨言，埋怨上帝无公平，埋怨上帝无听伊祈祷，埋怨上帝无照伊祈祷安尼做。
改成礼拜阮上帝，袂晓做上帝安尼。好，生活中间无问题，讲上帝，你敢是无听我？上帝有啥物一挂无信你的人比我较好运？咱会埋怨啊！这埋怨充满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对咱的生命造成真大影响。啊，咱知影咱既然有这三种埋怨的对象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会埋怨，我们人为什么会埋怨，埋怨的原因很多。我们如果对圣经来看，我们发现以色列人是很厚很厚埋怨的民族，都一直埋怨，对头埋怨到尾，对圣经开始一直埋怨到尾。我们对圣经中间能看出有几种原因他们埋怨，我们也要这样来警戒我们自己。第一项就是他们不知道地球和小福，无论哪一种埋怨，大多都是出自自己对自己所站的现实生活表示不满，而且常常爱比较，爱比较你就会埋怨。有的人虽然我们看他过得很好，经济生活也不错，家庭也很温暖，事业也很成功，但是他就觉得不满足，他总是觉得别人比他好，还是说过去比现在还好。一些人就是这样，在他们出埃及的这个路上，我们知道出埃及是一个上帝对他们很大的恩典，因为埃及是做奴才，很困苦，无尊严，受迫害，所以因就哀求啊，因哀求声予上帝听到，上帝就找摩西传出埃及，为着要予因得自由，家己做主人，予上帝当做因的主人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，但是因嘛是不知足，出埃及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，总是会拄到一挂无顺利的代志。因就将所有的这个怨气拢往摩西发作，譬如讲，在顺的旷野中间，因为食物来拜望摩西，伊讲，我宁愿上主伫埃及将阮杀死，至少阮会当为着肉饼食了饱饱，但是你将阮带到这个旷野，要予阮枵死伫遮。其实因在埃及是做奴才，到真正会当食肉饼食到饱饱，敢会当达顿安尼，跟欧人几顿尔尔。但是因就是去怀念过去比即马较好，毋知影知足，毋知影惜福，贪心不足啊。人伫福中毋知影惜福啊，这是发出万言三星的主要原因。但是咱拢无去看稳定，拢咧看困难，所以咱就埋怨。第二，当然就是拄到财的困苦。咱人真奇怪，平常时顺利的时阵，一帆风顺的时阵，无一定会晓感恩哦。但是拄到患难困苦，一定会晓埋怨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，因看了真侪，一开始看了真侪神迹，对无？上帝降十个灾难予埃及，带因过红海，予因看亲目睭看到迄个埃及迄个世界上强的军队，死伫因头前。好，因就无啥物埋怨，当然我嘛无看因有啥物款的感恩啊。但是一旦去到旷野的时阵，拄到困难。埋怨就开始了，无物件通食也埋怨，无水通啉也埋怨，无肉通食嘛埋怨，向对敌对我嘛埋怨。连要进入迦南地，摩西派十二个侦探入去探查，其中十个侦探回来回报讲：哇，迄个所在人身材宽大。我伫个面前，那亲像草蜢啊，遐尼细，咱入去一定稳死个。
徛伫安尼尔尔，因就开始埋怨阿伦甲摩西。啊，埋怨拢相共，吼，甲顶代主拢相共啊，吼，甲头前拢相共，讲阮宁愿死伫埃及，也死伫旷野。啊，上帝为虾米领阮来这个所在？阮一定会向台死的吼，阮的某囝一定向掠去的。我们等于埃及唔是较好，哦，所以因就彼此讲啊，咱来选一个领袖，带咱等于埃及。啊，你看就是安尼。一些人看到困难，就将迄个目睭拢放伫困难中间，伊就失去平安甲喜乐，就产生了埋怨。当然，处伫困难艰苦的中间，咱心中的确会惊吓，但是埋怨无法度解决问题嘛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当你拄到困难，当你拄到挑战的时阵，你的心中感觉产生埋怨。埋怨讲，我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我遭受到这款的情形？为什么不是别人？哦，咱有时阵会安尼埋怨。牧师爱大家清楚。咱接受耶稣了，接受耶稣成为咱的救主了，不是讲一定会一帆风顺，无遭受到困苦。如果有人来传福音讲吼，你若信耶稣了，就一切拢 OK， 拢无问题，迄毋是正确的福音，毋是正确的信仰。正确的信仰是讲，咱信耶稣了，咱人生有缘的拄到顺境，嘛有拄到逆境。有病痛的时阵，也有困难的时阵。但是面对困苦的时阵，咱有耶稣通靠，咱靠耶稣就有力量去超越过这的困苦。拄只咱所读的经文十三节，吼，你若看第十三开始，第十三是讲苦劝，保罗苦劝大家唔通埋怨，讲埋怨会引起纷争，对家己无好的引来刑罚。好，然后十三节，伊安尼鼓励因，伊讲恁遭受的每一个试探，不会是一般人所受的哈。其实咱台语的圣经翻了较好，伊讲恁所遭受的每一个试探，是一般人拢会拄到的。好，就讲咱所拄到的试探，是一般人拢会拄到的。你只要是人，拢会拄到这些困难。好，但是上帝是信实的。伊绝对袂予恁遭遇到无力抵抗的试探。当试探来的时，伊会予恁力量，予恁担当的起，替恁拍开一条出路。啊，这就是信耶稣上界大的福气啊！除了得到救恩以外，咱拄到困苦的时阵，上帝会予咱力量，替咱拍开一条出路。当咱拄到试探的时阵，拄到困难的时阵，唔是自行去看迄个困难，你自行看困难，你困难就放大嘛，你就产生埋怨嘛。为什么我会拄到这款的代志？我要安怎？咱应该安怎？自行去看上帝，看上帝应允，伊就来应允讲，伊绝对袂让恁遭遇到无力抵挡的试探嘛。试探来的时，伊会给你力量。替恁打开一条出路，所以拄到困难的时候，咱啊爱专注看上帝，去找出迄个出路啦。在困难中间，一定有一条出路。只是你拢看困难，我看袂到出路。但是你若看上帝的时阵，你就看到一条出路，互你能行出来。哦，这是第二项，人遭遇到灾难困苦的时阵，会埋怨。第三项，就是，有的人感觉无公平，吼，有时阵咱受到无公平的对待，咱也会发怨言，吼。耶稣捌讲一个譬如，就是葡萄园的工人的譬如。顶礼拜，杨牧师就带咱提起这个譬如，一个主人。在路边咧招这个工人入去伊个葡萄园工作。早起是六点第一批入去工作，到尾啊下晡是五点，嘛有一批人入去工作。
下晡时五点，这人做一点钟尔，主人给他一块银，吼、哦。结果下再六点来上班的迄、那个，伊就感觉无公平嘛，就提出抗议，就感觉讲，这主人工资分配无公平，所以伊埋怨。哦，靠人做一点钟，你也给他一块，啊，顶礼拜杨牧师人解说过啊。迄、那个做一点钟的人，其实伊十几点钟拢伫遐咧紧张啦，因为伊赚的一块银，拄好够应付因一家人的生活的需要。啊，你今仔若无赚这一块，厝内底人今仔就爱摇巴肚。啊，再六点入去迄、那个，伊六点伊就知影讲啊，我今仔无问题，阮厝里的人今仔有通食。什么人较艰苦？不一定啊。但是，伊就感觉讲伊做较济，较无公平，就埋怨。啊，咱看见着，耶稣一边去到马太的厝，马太因为耶稣来要接待伊，真无闲，四界去做东做西。啊，结果伊发现伊的小妹玛利亚跪伫耶稣面头前咧听耶稣讲道，伊就感觉讲。哇，这玛利亚，安尼袂使，伊伫劳动分配无公平，拢我咧做，啊，你伫遐咧听耶稣讲话，伊嘛提出抗议，嘛埋怨，吼、哦，耶稣告状，讲伊安尼袂使，但是耶稣讲伊已经得到迄个上好的福分，伊伫伊面前听耶稣讲话，嘛是一种福赛。初代教会，咱看见着嘛，伫每一工的供应的顶面，啊，对迄个讲希腊话的犹太人，诶，寡妇分配不公，啊，所以就产生团体的埋怨。所以有时感觉若无公平的代志，咱就埋怨吼。当然，今仔日有若有未少即款的人，常常感觉真侪无公平的现象，家己心怀不平。当然遇到无公义、无公平的代志，咱一定爱发声来争取，但是绝对毋是埋怨，埋怨无法度改变无公平的代志。反倒当咱来坚定，用智慧去争取公平，这才是正确的。好，来第四项，就是受人煽动啊。上善都买三千百万，哈！一些人哈，之所以发怨言，有一个原因就是上善动，哈！而且人善动，因就感觉真正是安尼，哈！咱看见的圣经有记载，民数记十一章的所在，讲有一挂，哦，一家叫做闲杂人呐，哈！其实就是一挂外邦人，哈！十色人，外邦人。在这个跟他们做的生活，他们这些人吼，就感觉吃玛纳吼，不好吃了，想要吃肉，啊，就去人煽动，哦，一些人就开始听到讲，啊，开始有道理，咱拢吃这玛纳，吃个会煽啦吼，拢无吃到肉，就开始去拜完啦，吼，你看一些人吼，搁哭。好，就是底下哭，阿哥哭嚎着哈，讲什么人给我吧？我会记起伫埃及的时阵哈，我无开钱来让食鱼啊，哈，唔敢有鱼啊，够刺瓜啊，够韭菜，够葱啊，够蒜啊，哦，我胖的呢，啊，即马来家己让食嘛啦，开始卖完，受人煽动，啊，所以。咱看见着人受人煽动，就造成群体的混乱吼。啊，对咱的经验来看，有时咱也拄着即款的状况。咱发觉讲，埋怨是会传染的，特别伫一个组织内底，然后一个人开始埋怨，别人讲，你安尼对哦，个性是安尼哦，就影响着群体，造成纷争。所以保罗人讲吼。唔通去妄言，因为妄言会造成纷争。
经律。所以有这四种可能的原因，不知道知足惜福，遇到患难困苦，感觉遭受到不公平，受到别人煽动，我们会产生我们的埋怨。在今天的最后这段，牧师要跟大家做伙来想，埋怨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款负面的作用。首先，埋怨会伤害我们的心灵。有一个基督教的作家叫做陶素，他曾经说一句话，说一段话，他说有一些罪上可以伤害一些人的心灵，迫害见证，发怨言就是其中第一名的。一颗埋怨的心是从来没有欠亏理由，意思是说你如果要埋怨，你可以找千百种理由埋怨。爱埋怨的人永远有够多的原因让自己不快乐，意思是说你如果不快乐你就埋怨，你若常常埋怨，你就袂快乐啊！唔单单你袂快乐，你四周围的人嘛拢袂快乐。反倒转来看，你若要快乐，你得爱安怎？爱感恩啊！爱感恩，爱看见上帝稳定。咱拢常常顾这个，那半杯水，感恩的人会讲哇，感谢主，我还阁有半杯水。人爱埋怨的人。就安尼偷窥讲我只剩半杯尔，看袂安怎就好。所以一个常常埋怨的人，伊心情一定袂好起来，一定袂快乐。但是一个感恩的人，伊就充满喜乐。所以埋怨会伤害咱的，伤害咱的心灵。第二，埋怨会破坏关系。埋怨会引起纷争，甚至情。冤家，原本的一个和谐的团体，就可能变成一个充满纷争的团体。你自己想看卖，你敢爱甲迄个真爱埋怨的人做伙？你拄到伊就埋怨东埋怨西，啊，台讲迄个唔好，迄个唔好。你甲伊做伙，你的心情就无好啊。所以咱无爱甲即款诶人做朋友嘛，咱爱甲迄个，拢只讲正面诶话，好拢来鼓励，拢来去娱乐，即款诶人咱介意介做伙，好。所以保罗安尼人讲，讲既然所行诶，拢毋通发怨言去争论，意思就讲发怨言得造成争论啊。保罗咧教是当时温度。今天也在提醒我们，无论是使徒时代还是现今，常常发怨言的人都是消极的人，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，我们如果都去看消极的一面，特别有造就和建立，会造成内部的混乱和消极，那事情都会忘记。所以亲爱的兄弟，咱虽然经历过三冬外的疫情的影响，阮最近有咧检讨伫教室顶面吼，咱实体聚会的人数，改成减差不多三成啦。吼，咱过去拢会差不多到900外、1000，甚至超过1000，咱即摆拢差不多600外、700外，上侪到800，吼，改成减三成。当然有一些人分析，有人收一些数字来做分析，说这是一种趋势啦，无法度改变，有人说回不去了啦，以后就是这样，将这个原因都推给疫情，调查说国内外都是这样，教会都是这样，但是敢真的是这样？最近真多中职还有牧师团拢有咧思考这个问题，前几天牧师团的演习营，阮就尽力就这个问题做讨论。那想讲，咱较有可能做啥物货？咱后半年开始做，好，做一寡代志来帮助遮个兄弟姐妹，搁当爱甲咱做位礼拜，好，安怎突破遮个困境？
好，啊，我有一寡计划，希望大家共同来努力，好，啊，我等下有来伫中执会顶面，诶，打中执报告，好，希望讲咱全体做伙来共同努力，唔通将即款的现实来接受，好，其实有真可能会当突破。第三项，好，卖完会造成啥货？卖完上界大的问题就是会互上帝受气。无论倒一款卖完，圣经拢是禁止的。咱拄则所读的经文是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章，咱对第十节开始读，一直读到十三节。但是如果你若有圣经，吼，你来掀，你若搁往前看，吼，保罗是咧讲教会中间的一挂影响教会的问题，其中伊讲三项。这项就是当然最后一项，伊是讲发怨言啦，就讲埋怨。啊，头前两项是啥物？就是淫乱、甲拜偶像。啊，所以你会奇怪讲，保罗开始将淫乱、甲拜偶像、甲发怨言，放做伙来警告。啊，照咱看吼，咱若来判断讲，这个。淫乱甲拜偶像，哦，这足重的罪对无？拜偶像是非常重的罪呢。啊，发怨言，啊，我五日安尼埋怨一下，到遐尼严重。但是咱详细来想，一些人啊，是讲咱人发怨言的本质哈，其实是甲拜偶像同款。拜偶像是安那？拜偶像就是将别个代志代替上帝嘛，吼，将别项生命啊，是讲别项代志来代替上帝，无将上帝当作上帝。啊，发怨言嘛是相共，发怨言就是无相信上帝有上界美好的带领嘛，无相信上帝凡事拢有美好的旨意嘛，无相信。上帝在你的生命中间有很好的计划嘛？意思讲，你自己感觉讲上帝不要做上帝，所以你埋怨上帝，安尼就是无将上帝当作上帝，这是甲拜偶像、甲淫乱是相款的代志，所以这是真严重的罪。所以保罗安尼讲，讲拄则咱读过，既然所行，拢唔通发怨言去争论，吼。啊！直接嘛，咱经过讲，正白是发怨言，要发听去就受气发作。新约圣经咱讲，兄弟啊，你唔通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所以无论旧约还是新约，拢咧讲一个真理：发怨言、埋怨的人，会遭受到上帝的受气。咱看记着。一些历史中间，因出埃及的初期，因就开始埋怨对无？埋怨无水、无食物，吼、哦，无肉通食。头起的时阵，上帝拢忍耐，拢供应因的需要。因爱水就给因水食，因爱食食无米通食，就给因玛纳食。啊，无肉通食，就给因鹌鹑食。但是到后来，因埋怨变作习惯的时阵。咱看见着埋怨为因带来刑罚，为什么？头起的埋怨，上帝佫忍耐，互因供应，但是因无对上帝遮恩惠照顾、稳定中间去认捌上帝的大观念，无将家己完全交托予全能的上帝，反倒等拄着代志就埋怨，拄着埋怨，哎，埋怨就变成习惯。所以这变作保罗讲，这百姓是贪婪恶事了，埋怨变作因生命的一部分，对上帝带来亵渎，也为因带来刑罚甲灭无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绝对唔通拄着困难、拄着代志、拄着无公平，咱就埋怨，埋怨嘛无法度解决你的问题嘛。埋怨只是将问题扩大，不是解决伊。
好，所以遇到困难，咱就爱积极去寻求解决的方法，不是埋怨。所以后礼拜，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安怎消除埋怨的三种态度，咱对这来学习，互咱加做一个常常感恩、惜福，啊，常常将上帝尊主最大的一个上帝的百姓。咱当心来祈祷，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伫阮的生命中间，真做阮的救主，引出阮头前的路。阮也感谢你，透过你的话来帮助阮，调整阮。主，阮恳求你啊，阮学习真做一个感恩的人，惜福的人，毋是埋怨的人。求主帮助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